女生 ，BB， 小声一点，还有背号，BB，你给我小声一点，BB，好了。
我要骂他，我不是今天不是纯粹说怎么样，先生。喂，我问你的，你请问一下你姓什么？身份证拿出来，马上我就轰你啊！你身份证没有拿出来，我马上轰你哦，马上赶走你。麻烦请你把你身份证拿出来。你们什么？我，因为我们这个人我们不认识，从头到尾我们不认识哦。爸爸，今天他今天是我才认识，他是圆明会那边的。我靠你老了，圆明会，麻烦你证件拿出来。他们这两个都是圆明会，麻烦你的证件拿出来，要不然我就轰你，我马上麻烦你滚。哎呀，妈来上酒。你今天以什么名义来这里？你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？我已经给你时间了。你再不离开的话，马上我叫警察来这里。夜路走多了，总会碰到鬼啊！你都没想过说一天比一天高，你以为是黄芪啊？你以为是骗陈水扁那个黄芪啊？我看你啊，没有比陈水扁的那个算命的黄芪有那么高招啊！你以为是黄芪啊？你还差得远哦，因为你在这里没有贡献，我干嘛留你啊？喂，警察局吗？对啊，我告你哦，欺辱民宅哦！你再不离开的话，我要行使公权力了。麻烦一下，我们这边没有功德宴，我们不是赖清德赖院长这里啊，你要的话你要找蔡英文，我们不姓蔡，我们这姓刘哈，不管可以，人就是有同情心，但是你的同情心不是在这里，你用错地方啊，不是每个乡下都可以如你所愿，你可以找别人，好不好？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家而已，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去找。你是男孩子要阿萨里吗？好不好？
细的阴茎大的，阴茎喷茎，24小时硬的，2小时让你的女朋友嗨，4小时让你的前女友嗨，瞬间让你帮他24小时都踢的。我叫你说什么，你给我说什么，我没有说那个色。绑啊就是要好像这只狗一样，它哦给它吃了一个药丸，然后速度很快哦，太高了，还喷精，它喷的都尿啊！等一下它。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你吗？没有告诉你吗？这些都偷拍的。是吗？啊，你去各个原住民的活动拍了影片，然后上传以后，底下里面全都是负面偏激字眼。啊，那个字是你写的吗？还是不是写我？应该不是。别人写你的，啊，你就这样所作所为啊！你拍了影片，然后说。你去秀林国中拍他们运动会影片，然后说全部都是什么酒鬼毒娃，什么鬼？那跟影片有关系吗？你做的啊？两边夹子是另外的事情。我也写教那个频道是不是你的吗？是我频道怎么了吗？所以频道是你的，影片是你上传的，那影片是你做的吗？你现在有什么事情吗？就是为什么叫乱报道呢？就是这个事情呢，啊，难道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人家你应该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你一个录影的，是不是？你们的影片，我有在录影啊。为了什么事情？你这样弄对吗？为了什么事情？你只是讲是为了什么事情，这样对了吗？你这样对吗？这事情是干嘛？你想看闹什么？在我们这里是干嘛？你一句话是为了这个，为了什么事情？不要假惺惺好不好？不要在我们村里出现了。我等下回来，我看到你看看，我一个试试看哈。乱笑。哦，对对，好听。他姓吴，叫大师啊。他妈妈叫啊，不，他的老婆叫 BB。哎，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，啊 BB 是洞口。好，再来介绍吴大师 BB 来。
那个谁，哎，陈诺，学一点那个 Pop Pink 跟 Lock King 的街舞动作。轻一点，轻一点。玩就好，不要受伤哦。头不要撞到地上哦。你看丢我弟弟那个。直接健康教育哈，男生器官怎么讲？不大，不大啊！什么男生器官比比对不对？不大，女生屌逼。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好吗？我们有车，麻烦你关机好吗？I
吗？这快要经过他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他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你是超级吗？女生怎么讲？比比。那那个睾丸会不会讲？睾丸的话，巴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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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龟头，龟头的话，懒毛。你可以讲嘟努乌达斯可以啊。乌达斯，嘟努乌达斯，乌达斯。那那个勃起怎么讲？就是勃起。嘟，也可以讲嘟怼是吧？嘟怼。那那个射精怎么讲？哔哔。不会要回去念哦，不会要回去问那个 low 男的巴伊跟巴基哈。我问一下。屌逼，屌逼。会不会 B-box rap 一下 ？B-box 吗？随便用。叮咚叮。很好，换你。你可以播到 F 那个 YouTube 啊。多表演一点啊。或者清唱什么流行歌，会不会唱 Mojito？ 那个是 The Mew， 嗯，洛洛，然后哪一个？懒叫，你大死他。哪一个国中？比比国中啊。牛。牛。打进比比。鸡。没打比比。水怎么讲？跟下比比。没有问到。大死比比，然后问他，然后问我。那三光国小有什么特色？没有特色。那以后想不想念大学？不想。那以后想做什么工作？嗯，做大使 BB 生命。哎，你们真的是哎。你要不要掏枪啊？哦，是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做一个翻转抖音吗？翻转的那种，一个上去，再这样。那你来讲一则，讲几则笑话，随便。笑自由发挥。屌逼。不是八卦一下西岭村的什么什么那个？西岭村最近发生了那种偷车案。啊，偷车案！偷车的人好像叫我们大师弟弟吧？耶！真的，像镜头拍到我下午很糗的。哪个是你同学？几号？背后几号？啊，介绍一下花莲高中球队的球员好了。那个，那个叫德鲁古的脸呢？等等，看我们那个，看我了。他是哪一村的？嘉港的。嘉港的。哦，介绍一下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葛浩平。哦，姓葛啊。对。住那个家属八零。第八零。那他德鲁古名叫什么？给他一个特写吗？啊？拍到脸，拍到脸。嘴嘴秀特写。对对对。他交过几个女朋友？他八个，八个，应该有八个女朋友了。八个。他现在，他现在。他有没有抽烟喝酒？他有，有。这个有。几岁就开始抽了？一束花啦，一束花啦，一束碧柳呼吸中啦啊啦，一条哇啦阿弥陀佛的路，只有那不哇，我敢说哇哇，他必须如何？你爱你哪怕是也是非非。喝酒是吗？坏习惯了。哦。我就叫他改啊，叫他戒，他不戒。嗯。就是这样。他是几年升几年级？升高三。哦，升高三。那功课好不好？那个画面先转移到那个比较黑一点的。后那个蓝衣服旁边那个。对。他是谁？他是。不能读的吗？不能的，不能的。不是，等一下怕教练讲话，不要跑出去，这样可以掉镜头。有还没有认识的？没了，其他都素的。那你是念哪里？我，你知道那个？快点讲，你还在打球。花莲启智学校吗？嗯。花启。不好笑，赶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介绍国语名字跟德鲁古名字。现在我要打关键字，不然怎么查？叫。不要用别人的名字。罗宾 BB。Low Bing BB， 国语名字呢？国语叫博哥。啊？博哥。石博颖。国语的。石博颖。石博颖。哪个博？就是那种国企国企的博。嗯，赢呢？赢是冲。啊？冲赢的赢。
石博颖，石头的石哦。对对。那你呢？德鲁名字跟国语名字。你好，金竹嘎。我好，金是 BB。你好，金竹嘎。我好，金是 BB。我全身都湿了。我不会过来，你不来。啊 ，BB。啊 ，BB。很好听，怎么讲？很好听。你好，金竹嘎。竹嘎。哎，竹嘎。竹嘎不是。我好，金是 BB。你好，金竹嘎。我好，金是 BB。平正杰，平正杰，哦，你姓平啊？没有，对，正当的正还是立那个政治的政？那个地震的政。平正杰呢？杰是那个。不要编名字哈，你们真的很烦。真的真的。不要那么认真的编名字。杰是杰。哪个杰？王杰的杰啊？对。还是周杰伦的杰？周杰伦的王杰的杰。王杰的杰跟周杰伦的杰不一样吗？周杰，周杰的杰。平伯杰啊，不是平什么杰？德鲁古名字。拉罕乌达斯。拉罕乌达斯。对。西林村的吗？对。你们三个都是西林的吗？是是。啊。那怎么会来看球赛？帮。就是今天总是在帮刚那位。那位。那个叫什么？乌干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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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国语名字叫什么？葛浩庭。哪个号？白告水告水白告水水白告水告亭呢？亭是那种凉亭的亭。凉亭的亭，凉亭的亭。你确定是凉亭的亭？我们今天就是来帮他做一个加油的，就是加一个东西。他在跑哪去呢？他脸在哪里？我对不起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。别安慰我好吗？恭喜电来，恭喜电拍照，恭喜对，恭喜电全部的。恭喜电来，恭喜电拍照，恭喜对，恭喜电全部的。介绍葛浩庭的八卦，耍什么？葛浩庭的话，他就是有时候下面就不行，有时候下面不行，嗯，然后抽烟的时候，他有一些坏习惯。哦，哪一些坏习惯？就是他抽烟会是吐口水啊，然后烟蒂都乱丢。哦，我刚刚说要戒掉，不要再抽了，太吸了。那个是你好，葛浩庭咬毛巾的那个，对对。他喜欢咬什么？咬房啊。哦，咬房啊。还有呢？再多介绍一下三位。还有八。你看。对啊，他交过几个女朋友？三个吧，三个。哦。都始乱终弃吗？就是那种乱性，酒后乱性。哦。所以他很重视。再继换你介绍他，你认识的葛浩庭。他喜欢女生，什么样的女生？是像这种有胡子的女生，他每天都拿他妈的命来拿他什么？白色白走了。你们两个唱一首歌嘛，随便唱《莫吉托》好了，周杰伦的《莫吉托》。可以认真唱，但是你们三个合照一张会。
Make my nature waiting grace. And stop me and the waiting grace. Oh no. 哎呀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你这又跟谁学的？这个也是自己学的。器官怎么讲？大师，女生 ，B B， 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然后背号，大师 B B， 你给我小声一点，大师 B B， 大师 B B， 好了。这个你等一下给我。为什么要拍这个？